日前，哥伦比亚麦德林市举办第25届滑轮车节，参赛者打造各种不同造型的滑轮车，奔驰在街上。由木板和小钢轮做成的滑轮车，布置成轻型飞机、热气球、电车以及哥伦比亚所立的巴士。活动当天涌入2000多人观看滑轮车从坡道上缓缓地奔驰而下，各种有趣造型带给当地不少欢乐。主办单位也在比赛路线旁设置了900个路障和500捆稻草，避免观众被撞到了。